蜜小姐，请听题。恐龙是龙吗？是。回答错误了。恐龙是什么？恐龙不是龙吗？是恐龙啊。龙是一种传说，恐龙是动物。恐龙也是传说啊，你见过吗？有化石。你见过吗？你见过恐龙吗？有化石。见过吗？啊，不是。恐龙确实传说。你要相信世界上有龙的存在，因为我朋友被一条龙服务过。